开玩笑，打不赢啊，那么强。啊，差一点呢。对啊，他们先拍完，帮我压走，我来舔。OK， 哎。哎，老师好。我们先留吧。如果是网球喜欢了。你换你来自拍了。哎他本来底子就有一些啊，他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准备要比，就是可以比赛。像你排软一点，给我要排到硬点。那但是这些学妹进来就更厉害了。对啊。我说你排软一点给我，要排到硬点。我真的是从开始学，真的，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接受。像我们这种程度，剩下进校队都已经不可能了。他们而且他们分，不过分甲乙组了，看他们乙组怎么样。因为以前我们人少，现在人太多，老师可能还不见得会收我们这种。这女生应该也是可以上一次，可以啊。他们移动就是女生都是移动，然后在比赛都是高球，但是刚刚打跟我们打了两个，不怕不用怕，他就把你，他不会输，他不会失误。有我们有刚刚有看，很厉害。只要你上就谢谢，他前三六了，好不好？我要。好，可以。婷姐很喜欢这个人的球，婷姐还有在打呢，很喜欢这个人的球。他有一个那个频率韵律，这个女男生完全适合他。我们跟他拉还不见得拉，可能拉成这样哦。他不喜欢太炫的，他喜欢这样平级。第二场。你等下几点？我告诉你，没有嘛，还没买呢。那我跟你，我可以跟你洗澡。那六点。对，我可能也不能吃完。其实我们如果打健身，对不对？200块就好了。可以啊，对。OK 了，也不用麻烦。高铁基本上半小时内应该都会办。对啊，我是想说接驳车啊。不是，搭高铁，搭计程车过去就好了。